好，我知道为什么了。现在你看到的是黄义哲这操纵的杰洛，他不停的想要跳上去拿到秘密的武的宝物，但是他的头盔都快撞破了。我为什么？他还是拿不到啊！杰洛说：“我能源都快没了，为什么还是拿不到上面的那个？”哎呀，头又撞到了。一直撞到墙壁，怎么会这样？其实我还担心会不会手机都没有记忆体的他拿不到。你在雨十二哦，然后我开的是雨十三，呼呼哈，呼呼哈。好了，我又知道会掉。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刚刚没有在玩这里，我只是想说回来拿个东西，就没想到遇到郭西安了，我又发觉我过不了。表示我真的，我刚刚过得很顺。好，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，现在义哲是不是能够？但我真的觉得二段跳真的是蛮难跳的。他个人承认他，我就说这里他的软弱。身为一个男人，身为一个有妇之夫，他就能不能够克服这个男人挑战？哎呀，头又撞到了。母星的话，母星也可以再跟母星一样，可以。那母星是有什么优势啊？因为他不在空中互化护的结果，他还是拿不到。因为母星都是在比较前面的云，比较前面的互化护，当时比较前面的都被打了，你就躲到后面。互化护，哎呀，只差一点点啊，男人尊严就败于这里了。互化护啊，第二跳没有成功，再来一次。呵，死亡，非常好。让我再看义哲三度挑战会不会成功呢？哎呀，我机体真的快没了，糟糕了！我居然在这里损了两条命，真的太夸张了。回去我一定要上船。你这很急耶，就拍得不够近，特写。究竟义哲所操控的杰洛能否胜出？我发觉郭西安了，我真的特别不会玩，麦坎多啊啦，公公啊，真的，哎呀，哎呀，跳不上去了，哎，哎呀，嗯，对各位观众，不是故意要守阵，是我无法忍住不笑，呵啊，呵，哎呀，要死了啊，没有。我只是想打他，看有没有补血的。嘿，呼啊呼，呼啊呼嘞，干嘛呼啊呼？好，啊呼、成功啊没有？你要等那个风比较强的跳的。我终于成功了，普联欢庆啊，赶快 save 啦，出来了，恭喜黄义哲，算 case。我真的是刚玩到一半，真的是就想说去拿一下，结果没想到就遇到你了，真的。我觉得原本如果我自己玩，不会玩这么久。黄义哲终于重回男人的尊严了，恭喜！拜。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